哎呦，美女气势这么足啊！助理，上衣服。好嘞。等会吃粉手比较累，捏一捏。好，来了。戏这么多了。必须的。哦，好美味啊！那你过来挑战还带助理啊？必须的。看来你来头不小哦，一套装备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好好的吃，吃不完不回湛江。万一等一下吃不完呢？不回湛江啊，继续吃。这助理50块一天得没有？我这助理免费的。阿姨，开始了。穿什么？穿一下先。我已经穿凉了，3两变6两了。那不好吗？你不说你吃一斤吗？我两斤都能吃。看看他啊。吃。他准备两斤吃的。美女哪里来的？广东湛江。开车7小时，只为嗦一口粉。你们湛江是这么有气势的吗？嗯。又有助理，又有披风，是吧？对，点头。第一是说我们有气势，第二呢，也是觉得你们粉好吃，非常棒。你说你不为你吃粉吗？嗯。等他为我这留下的刷碗了。打算几分钟吃完？你说几分钟就几分钟。1分半吧。太赶了，太为难我了。那你这不太配合吧？5分钟吃完了，5分钟吃完多送一箱。嗯，现在已经1分钟了吗？不怕。那5分钟吃不完，是不是少拿2箱？5分钟吃不完，我留在这里找个男朋友。在这里找男朋友，天天有螺蛳粉吃哦。练到吃完为止，再回湛江。好不好吃？嗯。这嗦粉好像练过的不，美女。嗯，在湛江也有经常吃螺蛳粉吗？因为不正宗，从来不吃。哦，哎，特意跑过来柳州吃正宗的是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就这样吃个够才回去哦。嗯，没事，等你挑战成功了，拿阿姨家的螺蛳粉回去，袋装也是正宗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抓紧时间喽，还有2分钟。都差不多吃完了，就剩青菜了。嗯，还有1分半。我感觉才过1分钟。这时间管理好像不太对哦。美女，你平常的饭量都那么大吗？我平常吃的比较少，可能是你家粉太好吃了，胃口增加了。好吃的东西才吃得多。嗯。好多好多，现在。5分钟了哦，不能多拿一箱了。不能多拿一箱还那么开心啊？我是很无奈的笑，不是开心的。看你蛮开心的。几层包了，美女？9层。9层啊？看，估计要点碗了不？还有这么多青菜。不是，还剩1层。阿姨，他9层包了不？美女，嗯，是哪里的？湖南的。湖南的应该告诉我要吃多一点辣椒，我才可以种辣给你。我戒辣好多年了。湖南你能会戒得辣椒吗？我柳州人都戒不到辣椒。我家从小不吃辣椒，没一个人吃辣椒，人家就说我是广东人。那你现在是在广东还是在广东？在广东。在广东是吗？嗯。那就是你还是广东跟湖南是混合。对，28分钟了，你还不赶紧吃？你时间有问题。才8分钟，瞎子。慢慢吃。嗯。吃不完就投降得了，帮我煎2个小时的吧。可不。必须要成功哦。主要是没脸回去，回去人家不给我进去。那你买2箱回去不是一样的吗？嗯，这个可以哦。直接去我们直播间下单就行了，39.9块发6包的。嗯。认准我们家时尚罗啊，不要拍错了啊。好，美女别跟他们聊天，赶紧吃。嗯，跟他们再聊的话等下30分钟吃不完的。没事，慢慢吃，半个小时。美女，我相信你可以吃完的。我感觉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。奖品都拿出来了，还不快点吃。有动力了吧？有，敲圈圈搬上车。没成功就想搬上车啊？没事，先把果实拿到手。说真的啊，就如果是实在不行，只要硬撑，慢慢吃也可以，休息一下，还有30分钟。得了，最后一口了。
吃完记得按暂停啊，同志。12分51秒，挑战成功！耶！12分51秒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！谢谢。我觉得开这7个小时一点都不累了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最主要是这个粉特别好吃，是吗？不好吃我肯定吃不完。